所以是找我出来暖场。好，来，我先看一看谁是来自 KL 的。基本上没有举手是来自哪里啊？第二个星球，来宅，你这样讲话我就下来了。请问你是来自哪一个星球？火星。火星，你来撞地球吗？我刚刚一到现场，我看到这个舞台，我还以为自己是主持中秋节。没有错，我不是主持中秋节。先跟大家讲，那谁在逛这街，楼上买着衣服吃着东西的，直接来到我们这个苏盖旺 Concourse Main Concourse Area 上面的帅哥，你看着我看这里就直接下来了。好，这里呢在举办的就是2016 AIM 音乐颁奖典礼造势活动现场，再次让我听听现场的掌声、呼声还有尖叫声。哇，这样比较像样嘛。好，那我现在手上呢，想要知道现场的有哪一个粉丝是来支持哪一个偶像的吗？有吗？哎，有举牌哦，帅哥，不等了，帅哥，你直接上台来好不好？你不上台我下去哦。来，长这么帅不上来真是浪费，好不好？来，那牌子就拿上来，不用害羞的。哎呦哎呦，哇！来，我们上去，小心哦，小心哦，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哎，妹妹你太过分了，好不好？刚刚我一个人在那边主持哦，他从头到尾眼睛是这样的，你一上来眼睛是这样的。哦，弟弟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嘎迪呀。OK， 请问单身吗？单身。哎，你不用对着我讲，你对着那个喝着水的妹妹跟她讲，你是单身吗？我是单身啊。哦，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OK， 今天你来支持谁？给大家看一下。OK， 很简单，我其实口袋呢准备了三份神秘礼物要送给现场的朋友。很简单，你告诉我你今天来支持谁，然后清唱一段小小段就好，他的歌，我马上送你我口袋的神秘礼物。准备好了，来 go。 你今天来支持谁？你最爱他哪一首歌？我值得快乐。我值得快乐，我值得快乐。所以等下你是以怎样方式来唱？你觉得可以吗？你上台了，大家都等了，想听他唱歌的掌声一下好不好？多久救不了你了？来，准备好了，来，你想象一下，现在你一个人在厕所冲凉，没有人，你关眼睛，来，我把麦克风交给你。啊，就随便你一句两句就好。哎，我是有冲凉的好不好？我没有很臭，你干嘛这样怕我了？我一直靠近，从台中街走到台旁边了。来，唱一句。I can be stronger, I can be higher, 有你，你是几个温柔。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Yeah! 哇，蛮帅的，什么时候出道？没有了，好了，这一张就是由 Red Box and Green Box 送出的。OK， 唱 K 王车，你回去跟一般朋友继续 I can be stronger, 好不好？来 ，Thank you， 下一位，来。还有哪个粉丝吗？顿时没有粉丝了，顿时没有朋友了。很简单，下一道题很容易。今天你只需要告诉我会出现的一个艺人就好，简单吗？哎，帅哥，你准备好了，我过去了。来，告诉我其中一位艺人。叶振汉。叶振汉，可以系你个吗？震撼。叶俊宏他是你的谁？我的偶像。你的偶像吗？好，直接送你一张 Reebok and Reebok 的王权，最后一张，最后一张，来来来来来来来，最后一张，准备好了，很简单，看谁快哦。请问我叫什么名字？没有。妹妹，你，我可能会把这个票给他，只要你喊得比他刚刚喊的声音更大声，我就给你，好不好？准备，我叫什么名字？黑皮哥。来，掌声送给他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这个送给你了。OK， 准备好了，我们的第一份礼物派完了。那你们，我们以最热烈掌声请出第一组艺人哦，好不好？让我们以最热烈掌声请出今天第一个
艺人一例李依林。我们把舞台交给他。Hello， 大家好，谢谢。好，我就往那边去。好，请。大家吃饱了吗？老师，那这首歌来自《闪亮的时刻》的主题曲。再加上你粉丝拿着那个，来你的名字的牌，那个反光真的是有一种回到初恋的感觉。好，一粒李依林，那这一次这一首歌，入围了什么奖？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分享一下就这首歌。对，这首歌呢，这次入围了最佳电视剧或电影主题曲。对，这首歌呢，其实是我比赛过后，就是 ASTRO 新秀2014比赛过后第一首单曲。对，也蛮荣幸的，就很感动很感恩，就第一次就是有单曲也入围了这样子。那一比完赛就直接唱一首
脍炙人口的歌。我告诉你，刚刚我听你唱这首歌，你 chorus， 你再轻唱一小段给大家听，好不好？好啊。来来来，一二三 ，go。能不能带我飞过岁月的美好，看看爱我的你过得好吗？实力唱将，掌声鼓励一下啊！那我小时候听的版本是那个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我告诉你，听你的版本比较真实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萤火虫都是飞得很快，所以你是直接把那个慢慢删除掉，我觉得比较 touch 到我的心。谢谢。那个其实只是题外话而已啊。好了，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其实唱的时候你一直想要传达的信息，还有你要表达什么东西？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家庭环境啦，就是有爷爷啊，就是可以和小朋友啊、孙子啊一起讲，就是讲故事啊，跟他们诉说他们当年啊是怎么过来的，就非常简单，很单纯，很朴素的一首歌。看得出来你非常爱这首歌，那你有没有信心？真的有没有信心对这首歌在这个 AIM 音乐颁奖典礼当中得奖？有信心吗？信心一定要有的啦。Yes。对 ，Yes。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以琳。呀、yeah, ，谢谢。谢谢。如果想要再看到以琳的真人，也想看到其他歌手呢，在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待会我们在 ending 的部分呢，我们会现场送票给所有朋友，但是听清楚哦，我们送的票是很有限的，听清楚，是很有限的。那要怎么得到这张票？很简单，待会你们只需要上到AIM 中文音乐颁奖典礼前面加一个2016，我重复哦，是2016 AIM 中文音乐颁奖典礼，只需要上他的 Facebook 的 page， 然后点一个 I like 了之后，你就可以排队上来索取我们的明天的票，好不好？那现在我不等了，我们就直接请下一组歌手了。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 Daddy Boy， 还有准备好了吗？哎，这个麦克风有点怪怪哦。Danny、徐佳玲还有 Nicole 赖松凤。Oh yeah， Yo， Hello， Hello， Hi， 大家好。哎，你们太冷静了，掌声一下好不好？好、oh, ，OK， 那两位歌手，所以有什么话想对现场有什么说的吗？我要谢谢，就是因为每次之前来金河的时候，我是在那边看每个人在台上，然后这一次我站在这里，耶，所以很开心哦。所以是从粉丝变成偶像的心态，对不对？没有啊，因为今天有跟你们站在一起，蛮开心的。那Nicole有什么心情？现在此刻的心情？你是说针对AIM 颁奖典礼要来的这些心情吗？就。其实还是很平常心，然后觉得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台上跟很多位以前的偶像还有就是很多自己的那个学习榜样同台的感觉是很期待。那最想跟谁学习？跟谁？最想跟谁学习？学习哦。我当然是最喜欢跟张栋梁。人生没有如果。对，没有了，好了，那这一次你们分别入围了什么奖项？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入围就是最佳儿童专辑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成就因为之前就是一直主持儿童节目嘛，是。后来就是因为儿童节目当中就是有教小朋友唱歌跳舞，然后就是把这些歌曲就收录在专辑里面，就是其实自己开心是因为第一张和第二张的合辑就是在马来西亚销量就是破万，然后自己有吓到呀，然后这次能够入围就是非常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从来就是没有入围过什么音乐奖啊或者是什么颁奖典礼啊那这么多儿童歌当中你最爱哪一首？有用吗？有特别爱有啊，就是我们的主题曲啊，现场清唱段。OK， 小心小心，哇，连他都生气了。我往前站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来，现场清唱一段。OK， 真的吗？来啊，我跳一下舞来，因为我很久没有跳。哇，又唱又跳哎，老板，他就是，我没忘记了。他说 Hello Hello， 我名叫彤彤。
我是一名快乐的儿童，喜欢英雄跌倒会痛，我和你们有不同，就是很简单的，然后跟小朋友一起哇，是多么欢乐，多么开心！但是我是要谢谢 Danny Boy， 因为他呢，开始就转向国民男友的身份，你有发现吗？所以就是因为他这样子身份转型，所以儿童台小太阳最近有一些活动开始找我了，所以之后我就可以看到黑弟哥哥了。谢谢你啊，托你的福哦，谢谢。那 Nicole 的部分呢？也是有幸的，就是入围了最佳新人，还有那个最佳迷你专辑哦，对对，而且是这都是大奖，很开心。是其实有两张 EP 都能够成功入围，我觉得那个是对我就是不同时期的Nicole的一个肯定，很大的肯定。是，那其实呢Nicole是我从中学开始真的就听他的歌长大的，可以这么讲吗？没有啦 ，OK， 认真的，我是看他歌唱比赛长大，然后通常呢，这种歌唱水平非常强的现场，怎么可以不清唱一段 ？OK， 我觉得粉丝可以跟我一起唱吗？真的吗 ？OK， 来，哇，我告诉你，刚才还没有出场之前哦，有位弟弟他已经把你的歌唱了一遍，真的吗？然后他已经唱得用心要死，还差一点破音啊，现场的掌声也很大，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本尊哦，准备好了， okay, 一起唱好了 ，OK， 我值得快乐 ，Cross 三。I can be stronger. I can be higher. You're in love with the journey, 自己的烦恼。我走过坎坷，也尝过伤，你就不色。总之是爱。值得什么？快乐。谢谢有国民男友的那个加持。是，那可以看得出来，你控现场清唱也是直接是唱入戏。真的。那但我不止托他的福，有小太阳主持。其实呢，上个星期呢，我就我们一起到了巴特马汉，就是那个对麦阿范的《改改来2.0 Go》。那现场呢，有一个女粉丝就拿了一瓶饮料给我，她就说。朋友，这是送给你的。哦，那个 moment 好开心哦，真的好兴奋。然后他就说，我送给你是因为 Danny 哥哥走了。没有这样子的，没有。你当天太早离开了，所以待会要留下来跟大家来一张合照 ，OK 吗？好 ，OK， 好。那我们就现在请两位再告诉大家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有没有信心得奖？哇，这个其实蛮有压力的。哦第一次就是参与儿童的这个专辑嘛，然后当然入围了还有其他的歌手，他们更厉害，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大家的偶像，就是童星偶像，所以对自己来说压力的，所以我就觉得当天就是随缘这样，然后抱着一个去参加这个颁奖典礼的心情 ，OK， 就是那种心情。通常讲随缘随缘都是必胜的态度，对不对？那你跟我讲，不敢讲，知道吗？我真的不敢讲。我觉得还是希望他接下来的迷你专辑可以入围，真的，因为他快要发了。是，你快要发，那你快要生，对不对？生歌，新的歌。我现在是还是处于难产阶段。就是现在还是在沉淀自己，然后我觉得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可以让自己的就是前面这两张 EP 有一个很，我希望可以给自己的团队一个很好的鼓励跟肯定，因为最起码是大家觉得疯狂了这么久，终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这样子。Yes. 好，那我们直接来轻松一下，让粉丝福利时间哦。我们现在让你们来挑选。一人挑选两个小朋友，哎，不一定是小朋友，两个朋友，我们上台来玩游戏，好不好？好，交给你们了，一男一女，对，一男一女，来，好，选那边，我选这里，好，是，我选那边呢。我觉得大家是害羞要举手，是，然后我就去点他们就好了。对对对 ，OK， 好来，靠近他们又要离开了，我们去选吗？嗨嗨嗨，有没有 ？Hello， 哇，他是直接 Hello 哎，是 ，OK， 我们选这位小妹妹吧，来妹妹，来。哎，妹妹好眼熟哦，妹妹，我知道在哪里看过你了，妹妹。我在学后面的。来来来来来来，还有吗？是。好。那个女生感觉像很像那位男生。那位男生，好不好？可以，好，来来来来。对，就是你，高高的。
高高的。就一人选两位。对对对，到你了，你控。刚刚唱到破音了，是不是？啊，唱到破音，他就是拿那个拍子盖着脸。对对对。他爱你爱死了，我告诉你，真的。那一定要上来一下。来来来，22号。22号。还有。多一位女生。多一位女生。对对对对。来，妹妹，你去 Danny 哥哥的旁边站一站，好吗？耶、yeah ！你要他抱你，就举手，好不好？耶、yeah ！好，那这位女生好。女生，耶、yeah ，妹妹上来。呜呼！好，那这个时候呢，请妹妹上来的同时，我们先在中间画条主人派系，好不好？来，我们请两组人往前站一下，好不好 ？OK， 这个游戏呢很简单。就是需要你们去猜歌，怎么玩呢？待会三盘两胜，我们一个时间会播3首歌，然后看谁是以最快的速度抢答，然后答对最多的就是胜出1分。所以3场，谁先领到2分，谁就赢，就这么简单哦 ，OK 吗？好不好？所以你们可以讨论，你们也可以讨论。所以，妹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知道啊，你平时听什么歌的？妹妹背人家听定背了，背背背，什么？妹妹平时听什么歌？比如说，你最喜欢哪一个韩国偶像？哦、SS501 耶，你看我这种真的是有代沟的，怎么办？我发现你喉的那个想在想的到底是谁呀、啊？好，没关系，喉了很久了。对对，妹妹，所以等一下呢，你们讨论，你听到什么歌，你就跟果果讲，我们就拍了，好不好？准备好了 ，Music Ready，OK，、okay, 现场，你们懂答案的。你们听到几首歌？我听到不了。啊，这不是印度歌。李克，你们听到几首？有听到的几首？几首？哇、哦，好有信心哦！哦，他说我听到12首。嗯，其实里面才三首。3首啊，所以大概听到几首？有心里有数吗？我有听到2首，然后大概是有听到一些。好，你看国民男友，你听到？你这个大黑，突然间出现，突然间不见，是吧？哎，来，冷静点，冷静点。OK， 所以我们先把答案有那几首啊？怎么他比你懂啊 ？OK， 准备好，来，你扣。是。你会2首，他们会几首 ？OK， 你直接先把答案讲出来。可以吗？直接讲哦。来 ，Go。好时光。好时光。对，然后白色外套。白色外套还有吗？阿伯的，伯的，那你听到几首呢？他说：“这个你要说什么啊？”我的答案你都讲了。等一下，他听到是。啊，来来，帅哥，你听到什么歌？啊，来，没关系，改改。一路有你啊！一路有你啊！哦呦，准备好了，我们答案就在旁边。来来来来，到底谁答对呢？刚刚的3首歌分别有 Elite 李依林的第1首《萤火虫飞》，没有人答对。第2首《穿上白色外套》，谁答对？第3首《好时光》，恭喜 Nicole 答对2题。OK， 第1场1-0，准备第2round哦，耳朵能够开大一点，好不好？大，好，你可以把那个 speaker 关掉，你开始真的吗？小小声给我听。OK， 好，这样完全以你的安排，看你。一路向北啊，我一路向北。哎呦，真的，来准备了，下一场，第2场开始。
听到三首了，谁会三首？我直接送礼物，三首歌。来，妹妹 ，OK， 准备好了，来，你听到几首？我让帅哥说答案。弟弟，你听到几首？别，先不要说答案，一首。你们听到一首？你听到几首？一首半，一首半。我们先听，厉害啊！到你了，你先开始讲答案哦。我们先听第一首是什么歌？李佳薇《向天堂的悬崖》。哦。那第二，另外一半首呢？另外一半首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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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啊。妹妹紧张吗？张栋梁的。人生没有如果啊，人生没有如果，因为我听到他的声音，可是我就听那歌，我就真的可能没有猜到。OK， 好，来两首哦。那 Nicole， 你们这一组听到几首歌？我听到两首。OK， 然后他也听到一首。就直接讲出来，看你们有中几个。先是天堂的悬崖。OK。然后还有一首是我自己的歌，比较敏感一点。Okay， 爱我的人熟。另外一首。人生没有。你们真的很张栋梁。不是，我一就是抄他的啦，其实第三首我没听到。来，我公布答案哦。好，两组都。人生没有如果，是没有这首歌的啦。好了，真是的。好，那。同时他们也答对了，向天堂的悬崖是有这首歌，第一首。第二首是老该坏的毛毛啊，是非常小。然后第三呢，恭喜本尊，他自己的歌大家听得出来，爱我的人收，掌声送给他，直接 PK 倒他们了。可以播有多久吗？真的这个时候要播你的歌吗？好，我们再次掌声送给四位朋友们，我们这边会直接送你我们的礼物咯，耶、yeah, 来来来来来，这个就是由 Greenbox 送出的107唱 K 王车，我们再次掌声送给四位，我们到中间来，好，我们对着摄影大哥，谁要拍照的就拍一下，来来来来来，来到中间来站一站好不好？所以唱 K 的时候多练歌多听歌，所以就知道怎么唱了。也掌声再次送给我们两位歌手 Nicole 赖颂峰，还有 Danny 徐佳玲，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下一位歌手，你们想见谁呢？哎，有人答对了，没错，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女神朱伟。呀，耶，朱伟上来了。有了翅膀。
们到台中间好不好？呀、yeah. ，请问制作单位有椅子吗？我们请诸位坐下来访问，我比较舒服自在。哎呀，请问诸位多高呢？173。哎呦，173，我们这个距离访问比较舒服，好不好？好，来跟大家 say 一个 hi 好不好？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诸位。就这么简单哦，我们今天也非常的有默契哦，我们两个都没有穿白色外套。那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呢，还有这一次在 AIM 颁奖典礼入围的什么奖项，知道吗？好，要考你哦，你知道为什么？刚制作单位就告诉我，因为呢，他平时就只是记歌词，只是记帅哥，所以这一点要考你了。不知道对不对？没关系，他这一次呢入围了两个非常大的奖项，也就是专辑设计还有最佳迷你专辑奖，我们掌声送给他一下好不好？哇，那这次有信心可以得奖吗？希望可以了。 OK， 那不等了，我们就请诸位留步，同时我们要请另外两个艺人上台来，我们要进行游戏环节，我们请出来，掌声准备哦，准备哦，准备哦，让我们请出叶俊亨还有比利李盈盈。哇，哦呦，又是这么高，我在旁边，在旁边，哎，我也怕。Hello，哎，我在你旁边比较舒服，好不好？呀，好，来，我们请三位往前站一下，好不好？耶，啊，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叶俊亨。呀、yeah, ，刚你的粉丝就在下面，他一直告诉我，啊，好爱你哦。OK， 没关系，那这次呢，你们就来跟现场的朋友来进行互动游戏喽。那很简单，这个游戏，那你们只需要一人选出一位你们想要的朋友上来，准备了。哎，你那边突然间干嘛笑得这么大声？就选谁都可以吗？对对对，任你们选。对。就现在开始选吗？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由高度来按照啊，我们从高到矮开始选。你最后选了，好不好？红色衣服。红色衣服，好 ，OK， 来。俊宏已经选到了，那诸位，你们干嘛那边一直在偷笑？太高了。诸位，你选谁呢？有这么难找吗？我帮你好不好？来 ，OK， 好来，你的高度，我站在他的水平线看一下好不好？来，谁想要玩游戏的举手。哦，那个箱子是什么意思啊 ？OK， 好。还有谁吗？妹妹，你爬仰是什么意思？你竟然爬得这么自在，我们就请你上来好不好？来，掌声送给妹妹一下，来来来来，妹妹，你不要怕嘛，真的吗？真的吗？紧张吗？好，妹妹，你不敢上来没关系，你就在旁边那位美女，你叫她上来，来，就是你了，耶、yeah,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一定到你了。那我就选。那你哪一位？队长。对。哦，队长。哦，还有队长哎，会长。哦 ，OK OK， 很好。嗯。哦，所以三位都选完了，那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我们请出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大家看一看我手上这一张牌子哦。所以很简单，待会的游戏呢，他们各自只要限制每人有一分钟时间，一分钟时间呢，一个人就要负责站这里，来，以力站这里了。好，你要转过来看着我。然后我的工作呢，就是看着那个牌上面写的字，我要用任何一种语言去表达，除了华语，比如说这一个，印度文，刷热定义哦，小高音，那这样子一提了，下一个来 ，next， 哎呦，印度文，塞不记印度，定定啊，印度。sini banyak banyak itu 5 inci ya ha 5 inci ya ini dia punya lagu itu ha nanti dia tak tahu ai punya lagu saya pun syasuikan ayo men syasuikan lah tak apa boleh next okay you know I got 3 wishes so the third one what we call wishes the third one yeah they got how many words能送三四哈哈能送三安乐库农三路来三路是不路马路路来是你去去去去去来来我们来开三开哦时间到答对一题
不是坐下。好，我们先从一样的，从高到矮开始哦。来，俊豪，你们这一组先准备了，你们谁要猜，谁要讲？你要猜，谁要讲？好，你决定。好，来，你懂的歌多吗？还是你比较会说？你讲好，准备好了，所以你是猜的那位。我猜的要站。对对对，猜就站这里就好了。来 ，OK， 计时。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计时员就是这位漂亮的妹妹啊，手上拿着这一部手机啊。来，准备好，一分钟计时 ，three two， 这个要站前面一点啊。来来来，给大家看，字有点小，对不对？啊，谁想看的自己走上前来，准备 three two one go。来。给一点紧张的音乐，嘟嘟嘟嘟嘟嘟，塞出来，嘟嘟嘟嘟那种的啊。Six word， 两双三四号。哎呀，塞呀，哎呀，哎呀，塞呀。难度再看难度了，哎呀，不就哎呀，好笨啊！啊 ？Double 六千三十人啊。哦，阿杜啊，还破亿哦。公公，爷爷，爷爷。马西卡对了，你干嘛讲马来文？你要讲华语啦！爷爷的脚车，接近了，接近了。爷爷的单车，六个字。爷爷的是什么？爷爷骑单车。爷爷的。阿豆。好。阿豆，爷爷骑单车去巴萨。阿豆马西卡。5, 4, 3, 2, 1。猜不到我的歌哦，门下水干哦，哎呦，阿公脚，对，阿公的脚踏车了啊！我们掌声送给第一组以非常亮眼的成绩领先的林婷，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呀，诸位，你准备好了吗？妹妹，你们已经安排好谁要扮演什么角色吗？你猜，所以你就负责讲啊！啊，来，准备好了，一支麦克风送给你，来，帅哥 ，OK。女生就要访问一下，来自我介绍，来叫什么名字？叫可盈。可盈 ，OK， 可盈一定会赢，准备好了，来一分钟，计时开始。Still will miss you. How many words? Five words. 还是会想你。一题。来 ，OK， 这个不用讲，你哼就好了。OK 嘛，你看 ，Life no if， 呀，人生没有如果。来两题，下一个喽。OK， 第三题。Five words, second chance。哎 ，Sorry， your grammar wrong 啊 ，It's second chances。Thank you， 第二次机会。哎，掌声鼓励三题。好，这个好多字，很好。你要唱吗？你用马来文唱。好，准备哦。5, 4, 3, 2, 1，时间到！恭喜这一组答对了三题，哎，不错哎，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好，靠你们了。来，那你们谁要负责讲，谁要负责猜呢？我负责。哦，直接站位了。哦，所以你是他的粉丝团的队长，对不对 ？OK， 给你拉票时间。如果想要加入他的粉丝团，我一定要说不要加入，不要加入，不要，这是我们家庭办的啊。来，没关系，到哪里按 like page 呢？其实你有麦的。马来西亚喝也可以的，45度的角度，我觉得你们两个蛮像的，其实。来，准备好了。Here we go. 第一题 ，Go. Saya ingat. Ingat. Saya ingat. Apa you cakap? Saya ingat. You cakap apa? Lima. Yeah. Tapi the first one is ingat. Ingat. You cakap. First two. Pas. Betul. The first two words are ingat.
应该。你有考 SPM 吗？ Remember？ Remember 是想，对嘛哈， Remember 是想。好了，我脚不尖啊。可以啊，可以啊。记住。记住。对了。记得。日共国个，日共个，记住日共个。记得日共个，好像一首歌的感觉哦。记得你讲过，还差一个字哦。讲的另外一个。No Chinese. OK， 掌声鼓励，时间到了。OK， 我们再请两位初恋，来，我们就直接到中间来了，我们就直接颁奖了，好不好？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样的，把每一个奖项由艺人送给他们的新朋友。来，我们到中间来一张小小的合照，好不好？来，中间。OK， 冠军的就站中间了，好不好？啊，答对零题的站旁边，啊，来合照一下。呀，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三位朋友，也同时谢谢伊琳、李伊琳还有诸位。俊哥，到你了啊。OK， 我们再往台前面站一点。好。OK， 那这一次呢，就入围了什么奖项？跟大家报告。这次入围了，化浓浓的妆入围了编曲奖，然后作词奖，然后孤独便利店入围了最佳金曲奖。哇，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那目前呢，他现在是五位歌手当中入围最多奖项，同时哇还有金曲奖这个大奖，对不对？那心情怎么样？其实蛮意外的，其实我完全没想过，就是孤独便利店现在自己的歌词都忘记了，没有，我记得，其实完全没想过了当时候。可是我觉得，因为颁奖典礼对歌手来说就是成绩单发表嘛。我觉得和一般的就是，现在在座各位的他们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一年下来，他们入围了这个最佳员工奖的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想不想得到最佳员工奖？当然想得到，得到了就可以升职嘛，升职可以加人工嘛，对吗？所以那感觉就是这样。那这次得了奖之后，那身为歌手的你，升职之后想当什么呢？升职过，如果得了奖就升职过，对对对，那我唱秀可以提高一点价钱。哦，也对。那刚好我看到，其实你的歌单当中呢，我觉得你也不只是歌名，你的歌词也非常的，其实文艺的感觉，其实还蛮文艺的。其实这那一张专辑就是化浓浓的妆啊，这个专辑是我一个本身的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是因为我平时也是化浓浓的妆吗？平时我不太喜欢化妆，不太喜欢化妆，只是当你当了艺人过后，因为你需要拍照啊，需要拍戏啊，或者在灯光底下需要，如果拍照的话不化妆就很苍白，所以就那时候讲，不如就是做一首化浓浓的妆，让你觉得让你真的成为一个真正的艺人。OK， 那另外一首歌的名字也是非常的文艺，就是孤独的，孤独便利店这首歌，其实听字面上感觉蛮孤独的，可是我觉得孤独便利店在一般的城市人来说，其实还蛮贴近大家的心情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男人啦，尤其是男人，有一段时间哦，就是工作过后是空白的，是完全空白的。那时候你是一个人做自己的东西。那这首歌的意境就是说，当你工作完很累了过后，完全不想想东西，一个人走到便利店去买东西那样的感觉。没关系，下次你孤独寂寞，你可以 call 我，真的我们一起去买便利店吗？对 ，OK 吗？可以。好，我们就直接把舞台交给你了，来带来这一首《孤独便利店》，掌声送给岳俊亨。借我你们手好吗？
还是不明白、哦、留在那口袋的零钱就怕要变不见，欲望的甜蜜温和电话比作点少年，有什么想不开、哦、只是没人明白、哦、冰冷的街孤独的夜晚拒绝誓言，希望还有明天。点点雨水潮湿的夜晚，一个人的便利店，天真伤口爆炸思念，希望远期会自动复原。怎么没有掌声啊？就快要变不见，没完的甜蜜问候，电话比昨天少一点，有什么不开、oh, no, 只是没人明白、oh, no, 冰冷的街孤独的夜晚，一个人的便利店，等着面包拒绝思念，希望还有明天。点点雨水潮湿的夜晚，一个人的便利店，点着伤口爆炸思念，希望勇气会自动复原。变了街，我一个人看城堡，拒绝思念，希望还有明天。点点雨水潮湿的夜，我一个人的便利店，点着伤口爆炸思念，希望勇气会自动复原。谢谢谢谢。刚刚所有演唱过的所有艺人上台来，同时待会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直接现在马上立刻上到2016 AIM 中文音乐颁奖典礼这个 Facebook Like 跟 Page 之后，准备排队，准备排队哦，不要先排队，然后就可以换到现场的票。听清楚，是有限的票。那如果今天换不到票，或者是没有办法出席的朋友，没关系，我要告诉大家呢，直接在当天呢，我们会有一个现场直播，你可以到 woomei.com 就可以看到直播了，6点就直播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直播？我们现在直接从6点的星光大道走红地毯开始直播了。那我们请所有艺人们开始上台了，来。有就位呀！啊，有在调这玻璃鞋的 ，Nico 赖松凤，一粒李依林跟徐佳玲，再次掌声送给五位歌手。那我们现在请媒体记者朋友们就在台中间来跟他们拍张大合照。那粉丝们想要跟艺人拍照的话，那呢，来 ，OK。我们就请站在舞台中间，用你们相机拍你们的偶像吧。Yeah. OK.